日本最新的 Pokemon Frienda 街机究竟是怎么玩的呢？这个是一个先对战之后再捕捉 Pokemon 的游戏来的。第一次玩要用200 yen 出一张玩家卡，之后你就要选择你想对战和捕捉的 Pokemon， 再要选择三张这些 Pokemon 卡去对战。第一次玩是不需要的，不过放心，你之后是会有很大量这些卡的，最好根据对战 Pokemon 的属性去选择你的卡，再把上部机上面就会在荧幕上出现的。游戏中会轮流出招攻击，到你攻击的时候你就推你的 Pokemon 上去，之后就疯狂按掣啊，击败完只 Pokemon 之后你就会有机会去捕捉它的，再入100 yen 去撞撞你的运气啊，中中到啦，中中到啦，哎呀，中到比加超啊，中到两只废嘢啊，但系成功捕捉之后咧，就会有张 Pokemon 卡噶啦。不过有时好彩嘅话咧，就会捉到正嘢啊！玩咗成日，终于有张五星啦！即系 Pokemon 越多星，就代表越强劲，就可以更容易去捕捉神兽啊！个游戏玩得越多，就会有更加多嘅小游戏去捕捉更加多嘅 Pokemon 啊！所以预备大量100 yen 银啊，因为你会疯狂入钱噶。